怎么48000变成96000，翻倍啊？先变成96000，96000再变成十。192000，19200，这就可以变成384000。过不了一年吧？过不了一年，你就可以拿着我们这个直播间第一桶金，跟马云平起平坐，跟马化腾吃牛排，跟蓝烈汉泡澡。还可以和 Angelababy 喝下午茶。抽一下，抽一下。A，A，致命点烟。A 接 Q， 可以。你说你连个点烟都没带，你完了给我打什么？不过这蛮子是真背呀，一刀不爆啊！这蛮子可太背了，老倒霉蛋了。回家以后，我们先出一个小布甲。哎，再来一个药水，我们先出小反甲。打蛮子一定要注意，如果我们先出小反甲，那么他就是个屁。下路双杀，沙米拉。让他打不动我们。平 A， 晕住，再 A， 再 A。一过来 Q 一下 A B 走，如果我有两管怒的话，这波我就上去了，一管怒好像打不死他。一上来再一抽一下，不行，闪现 W 杀不死，先不过去。闪现，哎呦我操，这酒桶没爆。W 双 E 走，好烦哦，啤酒人，啤酒人怎么还过来了？啤酒人，我们不走啊，这波。这波不走，抽一下，升级，啤酒人是想杀我呀，一过来抠一下一走，可以，啤酒人我晕，三秒钟有意，稍等一下，先把蛮子杀了。啤酒人看了一眼啊，不知道到底要打还是不打。可以让他E我们没关系，
哎呀，哎呀，全剩一身血呀！谁知道能全剩一身血呀？要不然这波我能出个八七五了，我觉得。我们有反甲了 ，A Q A A E A W 晕住 E。平 A 开大招 ，A 接 Q， 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A 一下，那也不掉血呀，这打人呢？怎么打人是刮痧呢？吃塔皮。A 打反溜，平 A 接 Q， 瞒着太弱了。是啊，你看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说的英雄弱，你还不信。就鳄鱼这英雄过一百个版本他也不带弱的。而瞒着这英雄他不一样。让我晕一下抠一下没抠到。谁在这插的针眼？他大招应该三十秒以后好，我的大招也是。一抽，回家了，我们出装备去。这样啊，先来个布甲骸，然后我们把镜石给出了。差着20块钱怎么整？抽一下，一上来晕住走 ，A A 抠，那都不掉血，你看他瞒着打人没？不掉血，平 A 打反溜 ，A 接抠 ，A 接 E 走，致命点人，死。你可能忘了有一种东西，它叫做点盐。小伙子，蓝有没有？哎，算了，这蛤蟆我不吃了。
我在这堵他吧，我在这堵着他。哎呦我这啤酒人，我们直接一过来开大招点盐，也点盐上边用了杀啤酒人，打他打他打他，他没有大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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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头回头让他跑了。闪现一过来红怒晕 A 接 Q， 这波必须得杀他了，这是行为 A Q A E A 红怒晕一抖，你真能抢，小兵就别抢了，那么可恶呢。抢我东西，一些塔你要啊，你是不是过分了你。你要烟雾弹谁呀，你要把塔给烟雾弹了，真可恶啊，这蓝枪真是可恶啊，这真是可恶。谁来了呀，啤酒人来了，让他来呗，没关系，我这么老幼的，我吼老幼的，过来吧啤酒人。拜拜，还追呀、啊？干哈呢，啤酒人？你这波，我跟你说，马老师都不敢杀我，你敢杀我，啤酒人？一上来给我晕，再一晕住，这啤酒人跑的是真快呀！点盐抠，哎，抠不到。没事，我二速还，他没有还，我看他跑哪去。九级满着，我们来一把不死不回城行不行？不行，那为人八杠一了，我才瞅着。不行，那为人八杠一了。晕 ，A Q A E A E， 给你吧。要这玩意儿没用，说实话。呀，这啤酒人怎么回事啊？好炸 ！A 接 W，A 开大招，平 A， 红怒 Q。不行，这维恩稍微等一等啊。三秒，两秒 ，A Q，A 红怒 W 一回来，再 A， 再 A， 走位。再走位 ，A 接 Q， 哎呀，不是红怒 Q， 走位，走位，哎呀，哎呀，
船甲先给他出来，要不也行。其实，等个红怒 Q， 我那红怒 Q， 我怕他一刀给我 A 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感觉好像是差不多要红怒了，差一点点，差了一下平 A。没操作好，正常来讲啊是能打得死的。嗯，正常来讲我估计那个亚索我应该能杀，没太操作好。A 打反溜 ，A 接 Q，A 接 E，接 E 接平 A， 接闪现，平 A 接 Q。平 A 红怒晕耗点源 ，A E E A 接 Q 接可血战斧接平 A 人稍微有点多，不越塔的话我们应该死不了。那瞒着吧，正好一走了，我想杀他。且杀心了。嗯，你把峡谷打了，我去把峡谷也打了。哎呦，两剑客，先打个红，一会儿扫月塔啊、哦，塔扫月一点。这老月塔老依靠防御塔把我杀了，我有点受不了。还算你有点良心啊。去小龙我带上，这瞒着干啥呢？不行了，基地要没了，这打、啊、小龙也能打呀？怎么样也打得这么惨呀？俺们家不是优势吗？我这一看呢。怎么让人打得这么惨呢？老是零换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而且那亚索也没起来呀，那啤酒人也是个屁，不就有个维恩吗？你优势不等于你们优势，你自己想啊，我杀了十个人对吧，
一共25个人头，24个刚才，啊，刚才24个。去除我这10个人头，队友是不还剩24个？啊，不是，还剩14个，14个对面一共就16个，那就是14比16，也就两个人头的差距。两个人头的差距又能有多大？你也不能让人直接高地给打没了吧？没人。哎，杀火蓝，和血战斧，一过来一回去，哎，这边还行，正好拆个高地。这波杀了个啤酒人加亚索，4秒复活也没事儿。那维恩吧，没有破败也能拆，小拆一手，看见人第一时间赶紧跑就完事了。干嘛呀，啤酒人？哎呦我操，这人这个多呀，这么能追吗？可以打，没事，可以打，扫人对面，可以打。哎呀，啤酒人，科学战术，打大龙吧。我发现我的确得来正面，我来正面他们就随便打，我要不来正面他们就打不过。打。哎，好晕，那就杀这亚索吧。哎，一上来出接可血战斧平 A， 可以把那亚索抠死。王之武这一把得配黑切九头蛇。这把先来九头蛇吧，因为对面是维恩，我们出的再右他也没有用了。来小龙，别管他瞒着了，快快快快快快来小龙，这个第三条龙我们得拿。哎我的妈呀，先把维恩给我杀了，漂亮。一和血战斧接 Q， 一过来 W 六柱瞒着把谁杀了，那大瞒着161
啤酒人是内鬼，内不内鬼？维恩刚才也死了，他身上没吸血。我套他点炎，他必死。他水银解不了点炎，他又不是净化。你们发现没？现在很难有那种就是操作特别厉害的这种情况出现了，很难。为什么难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啊越来越简单。以前水银可以解所有技能啊，可以解所有技能，这样就给操作空间就给你加大了。现在只能解飞机飞的东西，不给操作空间，不让操作。哎我操，这蛮子这么猛吗？这蛮子三二一，一可血战斧接 Q。 好难追哟、哦、那就你死吧。一个蛮子害死俩，来吧。没兵线去下路推走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哎我操，那维恩疯了是吧？可血没咳出来，正常我不应该死的。那没人死那一瞬间，我应该死亡之舞回血了，他没回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差一点那亚索死，亚索要死了就能全收了。感觉又没操作好，刚这波应该能打得死这亚索。不应该先打火男，那不先打火男先打谁呀？我一身雾抗没有魔抗，咱还不先杀火男啊？肯定应该先杀火男呢。这跟我鳄鱼走不走下坡没有关系，他们几个自己去，人家那个
自己去人家高地死了，死完以后那兵卷上路打不过一个16162的瞒着他没打过，一开始瞒着162他都打不过。完事我们中路一个打四个，完事我杀了一个还打残一个，然后你跟我说那鱼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，你说你在说些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说啥呢，你自己跑着就死去，那你说我能咋整，跟我有啥关系，跟那鱼又能有什么关系，他14级那我让他14级的那菜呀。这不行啊，这得回家呀，守一下家吧。追不上，他有小兵。回头，回头放风，回头放风就晕。真难呐！几个人儿？哎，可以杀米拉！哎，给我杀杀米拉！好追呀，能追死，但我要不要追这是一个问题。哎，下一把吧。你挺装啊，我发现呢。这人是真他妈的多，人家一个维恩给俺们家杀没了，哎我操！